要活出圣洁生命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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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，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神的宝贝吗？感谢。好，那你们就大声喊出来，赞美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谢谢耶稣，谢谢阿爸父，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生命。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，我们要活出我们这样的宝贝的生命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你想活出这样的生命，真的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。耶稣是我们的什么？好，耶稣是我们的挚爱，我们是耶稣的宝贝，谢谢主。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是你的宝贝，你是我们的挚爱，你的生命要流淌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你。每天早晨一睁眼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经历你，你的甘甜要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来赞美你。每早晨天渐亮时刻，你歌声翩然如海，如海
甘露苏醒我灵，享受你甘甜同在，真盼望在天可愿见，轻轻倾听你爱之音，多想把世界凝住，将一生留在心头。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你爱情夺了我心，渴望再次见你的面，哦，良人，来染我心。没想到如此的大，白白地倾倒于我，虽然黑你看为美，把我当作你宝贝，痛苦中已经抱着我，珍惜地捧着我心，就是是你的宝血，释放我心的自由。耶稣，耶稣，你是我唯爱，我爱情完全属你，敬拜你，伏伏你脚前，爱你。这一切都将要过去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是富贵还是降卑，生命和都将洗去。当我站立天堂门前，熟悉拥抱和亲吻，伸手擦去我眼泪，喜乐大笑尽荣耀。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你爱心夺了我心，渴望再次见你的面，哦，让人来让我心。耶稣，你是我唯爱，我爱情完全属你，敬拜你，匍匐你脚前，爱你。呼喊耶稣的名字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渴慕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切慕你，
消遣，爱慕你心与心。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你爱心夺了我心，渴望再次见你的面，好让人来到我心。耶稣，你是我唯爱，我爱心完全属你，敬拜你，赴你脚前，爱慕你，赐恩于心，敬拜你，赴你脚前，爱慕你，亲吻你心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的心切慕你，我们要俯伏在你的脚前，来与你相交，听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来真实的经历你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安静地来到你的面前，任凭这个世界如何动荡，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，我们也不再惧怕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谢谢你。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，安静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，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Thank you.
的生命满满的供应，是因为你在陪我们走这一条恩典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把这样的平安、这样的感谢都归给你，因为是你是赐平安的神。你让我们的生命满了感谢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不再惧怕。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了你的恩典，所以说我们要来感谢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求你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主掌权，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你。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来加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迈出勇敢的一步，领受你的祝福，领受你的恩典。谢谢主，主啊，我们在这样我们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，我们把这样的荣耀、感谢、尊贵都来归给你，做宝座上的羔羊，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，带领我们今天你要从你宝座来的话语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也请服侍同工到前面来，弟兄姐妹们也